六日中午，杨丞琳晒出一组买家秀照片，照片里她身穿李荣浩自创品牌时期 Steven Lin 家的白色 T 恤，她开心附文称 My name is Renny Young， 并附上爱心表情。随即网友发现李荣浩也曾经穿过一件同款白色 T 恤，于是留言道，这哪里是买家秀，明明是老板娘秀。前段时间杨丞琳曾晒出一根项链，项链吊坠上的字是喜字，杨丞琳发文称原本是选的喜字，怎知居然是喜字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这让人不得不猜测二人是否好事将近。在杨丞琳当天晒秀的买家秀照片中，她脸颊泛红，娇羞非美，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真是杨丞琳不胜凉风的娇羞呀。据悉在上月李荣浩32岁生日这天，杨丞琳先是在 Instagram 上发文分享一张海边拍摄的美照，开心写道寿星视角，接着他也在脸书抛出一张生日蛋糕的照片，第三个生日快乐，因一直小两口一起度过了第三个生日。